determine this part to treat us. We're for free. This is our mission. 就是希望我们到访的每一个国家都能够接受我们提供的医疗服务。我们是中国军人，我们全心全意地想帮助你们。 Please trust us, okay? It's very dangerous here. We are here to fight with you. 当地一家塑料厂发生爆炸，需要我们派出一支小分队前去支援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40分钟之内会有大批的伤员送达，再次确认好药品、设备，一切都已经准备完毕，放心快。You die imminent. It's too risky. 一定要确保这台手术顺利完成。等一等，接到了子弹了。We'll try our best to you and your baby. 全部血压下降，世界失产。I'm going, 我们都在你身边，我们没有放弃任何一个病人。No, don't sleep. 可是我当时死的不是我，是你牺牲了。如果要是你在，你一定能把生活照顾得好好的。虽然说出海没有牺牲那是假的，但是我觉得我的牺牲是值得的。我一直在海上，根本就没时间陪你。我就最怕的是，你突然一下子就长大了，因为你长大了，爸爸就老了。You came over to help us rebuild our country after the storm. That's an action of 雪中送炭. Thank you, Hug Beast. 谢谢 China. 谢谢 China. 不管我们的船 驶向何方，我们的脸上都写着两个字：中国。